杨杨哥，开关右边。啊，各位童心，我们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是由我们的杨家章杨老师带来演讲哈，<喂>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。哎，各位前辈哈，各位童心哈，大家好。啊，好，好好非啊，哎、呃欸，用北京话来讲课了哈。 因为有一些高沙族的同同那个同心在，啊、哦，他们对所谓的闽南语哈、哦，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流利，啊，有些话可能听不清楚，所以我就尽量用北京话，不要讲国语的，哦，其实我们的老一辈啊，七十年前的国语是日本语呢，现在国语就变成北京话，那、啊、到底国语是指哪一个？我讲北京话，啊，台语嘞，我们现在讲的。 一般人讲的，在家里讲的，迄个叫台语，唔对，迄叫做闽南语，叫客家语。哎、欸，啊无台语是啥物？台语是高山族的语言，平埔族的语言，才叫做台语啦。啊无啊？请问各位有几个会台语的？我我不会，我不会台语。我会闽南语，我不会台语。台湾人讲的话是平埔族讲的，是高山族讲的。 哎，荷罗威的闽南语嘛，哎，啊，其实迄迄无算台语啦，其实迄是，迄是中国人，尤其是伫个电线杆迄时代传入来的啦。哦，啊，咱、啊、平埔族的话才是真正的台语，高沙族的话才是台语啦。哦，好了，回到这边，哎、啊，今天今天哦，我的题目是，我不是我的我，哦，这个有点绕口令，哦，我不是我的我，这是,這是在讲什么？就是、说我们所认识的我啊。 并不是真正的我，哦，那接下来两个小时就是在讨论大家的身份地位。台湾人真正的身份地位，到底台湾人了解多少？哦，你先如果问美国人，他们的身份地位；问其他国家人的身份地位，他们都很清楚。大概就只有台湾人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因为台湾人认贼作父啊，啊，哎。 看一下，这个人是李登辉，哦，原来以前的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哦，你看这他写的哦，李登辉哦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我的我是不是我？” <laughs> 李登辉在问自己呀、啊，哎，年纪一把了呢，写这个字代表什么？李登辉也搞不清楚啊，他自己是谁啊？一个当了中华民国总统的人啊。 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李登辉的爸爸是，日日日本时代是在当警察的，李登辉自己也讲过他是日本人啊。李登辉也曾经去过靖国神社啊，日本靖国神社去拜啊,啊，他被那些中华民国流亡难民啊啊骂到臭头啊，啊他搞乱了，他对他自己搞乱了，他都搞乱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搞不乱呢？哦，我是谁？哎。 这几个字哈，蛮好的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哎，这个一首歌啊。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嗯？嗯啊，这个不是感恩的心啊，感恩的心对不对、啊？感恩的心怎么跟我是谁怎么搞在一起啊？感恩的心。 是在说感谢的话嘛？可是这这几行字啊，哎，真的、哦、蛮好用的哦。我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就是说，我们台湾人啊，你到底是从哪边来的、啊？你要何去何从啊？有没有人可以带领你啊，往下走下去啊？对，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啊。世界那么大，人家出国都很方便，他能出国真的是很难走啊。 而且啊，台湾人要很独立呀、啊，当家做主啊，怎么都搞半天都不行啊？这条路真的是很难走啊，人间真的很坎坷啊！各位他湾人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对，那我还有多少泪？我还有多少爱？我们的热情还剩多少？真的，他湾人快要熄火了。他们这种这条路啊，或许让我们啊，有一线希望、啊、大家还要走这条路看看。 那么那么多条路都不行，说不定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哦，当然啦、啊，走去哪里先搞清楚自己嘛，不然怎么知道走去哪里？对不对？自己的身份地位、自己的能耐到哪里都不知道，啊，怎么走下一步啊？哦，哎，先看一下他目前的社会哈，十方不是老人的专利，年龄层一直下降，这个不会很老了。这个捡破烂的已经变成他的正业。 不是副业，正业、啊。他、啊、这个年纪不是很老，为什么做这种事情、啊？他、啊、都没有正业啊，啊失业中啊。台湾自从马英九两千零八年当了总统之后啊，讲真的、啊，台湾人的日子啊，没有比较好过呢。你光是汽油啊、瓦斯啊、民生用品啊，你菜市场走一遭啊，一千块不够用啊。我不会骗啊，你们家人口越多啊，你可能一张两张这样掏啊。 对，马英九说什么东东啊？六三三不过半哦，薪水砍一半哦，听他在放啊放羊哎。来，人口老化，世界低，年轻人不敢生小孩结婚，你看，老人家照顾老人家，哎呀，多这种处啊！哎呀，当地的警察呢？台湾人，你怎么那么痛苦？你哎，对啊，台湾人，你一生打拼，缴税啊，这种的缴税哈、哦，对。 如果真的有去上班来、啊、缴税啊，一毛钱都不会少掉。可是该有的福利没有给你，哎啊，到集中处啊，年轻人都外外流啊，不变啊，留在自己的家、哦，只有更辛苦而已啊。在台湾人啊,啊，你看烧炭自杀的，过不下去了，你有没有有没有警觉性？应该有啦，至少今天来这里的人，至少他们这种人都有警觉性啊，对不对？ 认真看一下报纸，去年还前年，然后这大量在报啊，后来好像没有了，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在報再报了，因为中华民国说卖个宝啊，哎，播到最后人心惶惶啊，啊有样学样啊，是啊，可以不要报啊，那你政策改了吗？你有照顾到本土台湾人吗？啊，这年轻人呢、欸，你看。 家只有棺材大，台北农民啊，这不是中华民国退位那个农民哦、啊，就关在笼子里面的那大学生啊，为了省一点钱啊，要租这种房子，没办法、啊，毕业很可能就失业，没有失业要还助学贷款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哈？基本上够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这边呢，他够补助呢，啊，这个人有补助吗？一定是没有补助的啦。 而本土台湾人啊，高沙族的啦啊，这个会不会是那个流亡难民啊的第二代啊？不可怜啊！如果有的话，对，干嘛要什么教育补助金？哎，姜伟，你只为中国学生设想，不为台湾，不管台湾人死活。沉重的血债，台湾人，你还在麻痹吗？ 啊，不要紧啊，什么选什么人都，都嘛同款，对不对？咱都认真做头就好啊，对不对？选什么人，就是当去上班。我跟你讲，选错人了就不一样了啦。选对跟选错哪有一样？当然啦、啊，不管选对选错，你都要上班，我同意啊。可是你生活绝对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搞不清楚嘞，啊，他很悲哀啊。那你是谁？ 为什么这么感苦？我啊，那拢过，拢拢吃吃好，穿好啊！拜托，基本人权，吃好穿好。哎、啊，这些人呢？这些人赚最大了，那个赚很大，骗很大了，到最后都没事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人难道没有本土他湾的吗？这个不是本土台湾人，这个不是本土他湾的吗？啊，后来为什么没有事？因为他们怎样，跟流亡政府搞在一起啊，吃香喝辣、啊。 这些人是奴才，流亡政府的奴才。那那这些人呢？流亡政府的奴隶啊，奴隶跟奴才有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！哦，奴才管奴隶的。啊，啊，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打手了，流亡政府的打手啊，流亡政府就找这些奴才啊，管我们这些奴隶啊。啊，他当然他们享受待遇当然不太一样啊。对。 可是你愿意吗？你这个我们这些奴隶啊，愿意去当奴才吗？你当奴才，你可以跟他吃香喝辣的。哎，我是没有当过公务人员啊，不过我认识很多公务人员啊。幺十二，去领导，哦，你你们家怎么那么多高档货啊？啊你，你不是账，你是公务人员，这边干上班族而已啊。他跟我说，没有啦，我们都买有一些放口袋的。 那些什么挖个奖励金呢？警察一个月不是五万多吗？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呀、啊？要七八都我都买不起，你都买得起呀、啊？啊，有空没空不不知道，就有一笔奖金就下来了啦。我跟讲，他那些奖金哦，都是分赃的啦。那么阶级越大分越多啦，阶级越少分少一点，年纪大一点分多一点，年纪少一点分少一点啦。所以大家喜欢当公务人员，你以为公务人员只领薪水啊、喔？ 工作、哦、人员都有去暗盘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比薪水要多呢。那都变什么？东方片搞铁票，你知道？你们要不要这些？要，好来，哎，去投票，国民党哦，盖下去。要、啊、不然民进党当选哦，你们就没有啊、哦。是，好好，不爽也得盖一张。十八趴，就是在绑铁票。啊，绑越久，我们这些努力啊，就做越久。 唉，悲愤啊，不甘心啊！这是在国内啊，我们没在讲国内啊，這是啊台湾岛内啊，也不要说台湾省内，那都唔对哈、啊。台湾地区、台湾岛内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些台湾岛内这么悲惨，啊，出去了嘞！你看，像是杨淑君啊，哦，因为奥运两千零八年电子蛙，还没有印象？那后来冠军资格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搞了一两年了、啊，最后判定了杨淑君真的是违规、啊。 啊！中华民国说要帮他打官司啊哦，啊这样菲律宾呐、啊，哦，这面广信号渔船啊哎，新闻都闹得很大，哦、啊，在台商啊、越南受害啊，中华民国有没有出面？中华民国只有在中台湾的电视台出面了、啊，私底下有没有在运作，我是不知道啦，但我认为没有啦，因为这些都没有得到什么应有的回报啊。 啊,水得痛啊！你纳税，谁纳得痛你缴税已经爽的对，你是缴管理费啦，听懂吗？他能为什么你不生气？用把比呀。对，回去跟你的左左邻右舍讲。那今天来的人都觉醒了，可能你还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你都觉醒了。中华民国不会救台湾呐、啊，不会救本土台湾人呐、啊。 因为他是流亡政府，甚至已经是亡国的政府了，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还管你本土他人？来，军工价，你看这些人，铁票，流亡政府的铁票叠加，你看你当劳工了四十五年，你两十五来领这些钱而已，这当兵的四十三岁就退休了，我有高中同学。 大学没有考好，去考军校，真的四十三岁退休。哎，第二、哦，他们家水电会半价，啊，他是本土台湾人，可是他四十三岁退休了，你竟然不逮记者啊，当然他可以再去上班了、啊、到学校去当教官了、啊、再顶一份薪水啊，你看看，公务人员你看看，当老师的你看看，各位你是哪一项？ 大部分都这个啦，两百四十三万呢、啊。请问姐哈，这些人，这些人有从事生产吗？在军工、家刚好从事生产是谁辛苦的在那邊种田啊？在抓鱼捕鱼的，想要种产想要养鱼，想要起地，农机哎了真正有从事生产，这个您、啊、最少钱了他湾的，你還要睡哦，你还要睡哦。 现在麻痹耶，麻痹到好彻底呢。那这一些人干什么？哦哦，我们怎么比他们好太多了？哦，中华民国给我们太多优惠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每次投票只要是国民党，一定给他。对啊，啊把被十八趴再给你绑一下，对对？然后投票前就私底下开会，啊，上级长官说，哦啊，各位怎么样？哦啊，要不要投票？ 万一如果这一次民进党赢了，你们就没有了哦，十八趴就可能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要让蔡英文当选了哦呵呵呵呵，飘得登瑞去啊！当然，蔡英文当选又怎么样？那是另外一句话了，那是另外的事情了。至少啊，国民党不要让他当选。哦，用这素人也你知道哦。对呀、啊，今天中华民国的阿兵哥有保护过台湾人吗？那看好柏村。 当三年的行政院长就可以领这么多钱，哦，还有军人退伍又当过行政院长又领这些钱，多领这些钱，还有这些滴滴扣扣的，你看，房色建保，你看，莫怪啦，莫怪啦，一挂老阿啊吼，哦，一百零三岁死翘翘，九十几岁死翘翘，为什么？有一点点小毛病就赶快来这里、啊，农民农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啊、赶快啊！ 去龙总看医看医生啊，然后一点小病症，哎，我要我我要住院啊，就给他住院。哎对哦，马上有床位，身体一点小毛病马上治疗，不用钱的。莫怪让被告找回没事呀。是呀、啊，你光把这些我这些资料，统统拿去给你的左邻右舍，啊，可人会党票国民党，你硬把他带去啊。 你跟我咋背叛？你是奴隶呢，你连奴才都不是呢、欸。来，再看这个，这一九九一年呀，一九九一年呢，因是那时候已经李登辉当总统啊。一九九一年哦、喔，李登辉当总统、喔、来化解，有好没不,不要说你不知道，以前公务人员是按中国省级比例分配的，哇，全国性公务人员考试啊，各省区啊录录取定额比例啊。 台湾人只分到八个名额，可是这些人都住在台湾岛上，这种流亡难民啊。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我们在了。他们考试啊，江苏省有四十四个名额。啊，如果我们江苏省这次来四十个人考试、欸，全部都上，考零分也上榜。那我们台湾人呢、欸？本土台湾人占全部呢、欸？哇，我们本土台湾人来！ 来两百个，黑林太太急啊！我只录取八个、啊，你听懂意思？你以为你很能，你你很会考试哦？拜托，这个不用考试的，我相信啊。马英九就这一对啊，你讲啊？啊，后来改了啦。叫李李登辉知道啊，我们老人啊那还没晒没晒，强迫李登辉用他的总统啊，行政命令啊，这没晒给他打取消，所以现在。 公作人员啊，还、欸、很多台湾人当啊，哦，升格当了，当什么？当奴才，从奴隶变奴才。然后当奴才，他知道哦，中华民国给我那么多好处啊，哈、啊，每次都是国民党赢，都盖票给国民党。杜家英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嘛，公作人员领那么多钱啊，怎么可能不选国民党啊？说铁票啊，他用这样政策绑票啊。你台湾人再怎么觉醒，每次什么三株小株好像赢了，给我奈波伢。 你咩人赢伊啊？对不对？做奴隶，做奴才做痛的，做啊穷咖来，我們来看这台、個、湾省政府上个月啊，哦，真出名哦，有只什么团体的公益啊占领中心新村啊。你看，你看台湾省政府今年哈、啊、一亿六千万，你看看，人事啊一亿一千万，平均啊，这些人啊，年薪啊，一百二十万，要寿啊！台湾省政府不是已经动省废神了、啊，为什么还？ 年薪一百二十万，各位，你一年赚多少钱？年薪一百二十万，一个月十万呢、欸，一个月领十万呢、欸。在座的几个人一个月领十万，没有呢、欸？你要领十万哦、喔，可以啊，加班啊，兼差啊，二十四小时啊。第二家里冲一下，你看超过六十岁的话，年资四十年还不退休的话，这边省级虚虚职化的话。就拢哦出来。 就该觉醒了。来看选举，魔鬼算啊！啊,啊，那、啊啊啊啊啊、那这样子，我们不要投国民党，我们投民进党，空气拢未使。来看者，来这这吼、哦，来选举吼、哦，马英九，你看，来马英九吼，你看个人哦，哦、个人补助跟政党补助哦，这唔是我写哦，这网络上一吹哦，你看，个人一票补助三十元，你看马英九得了两亿六百多万。 蔡英文一亿八千多，哎，这他个人，个人哦，放他口袋的哦。来看政党补助，政党一票补助五十元，你看，国民党可以补助这么多，哦，民进党有这些钱啊，他那些党工啊，就，对啊，所以这些党工啊，就不用烦恼没有薪水吧、啊，他光是靠选举啊，这些补助金啊，他就可以正常运作了嘛。那想想看啊。 民进党、台湾党，你还要不要继续选？当然要选啊！不然我的钱从哪边来？所以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，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；要选的时候，说中华民国对于台湾、台湾、台灣中状民因为他看到这个、啊，看到这一块啊，哇，怎么这么迷人啊！我选上了，这些钱可以领啊！要不要选？一动两百不算。可是各位，我们不要去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钱从哪边来的？台湾人的血汗呢、欸？ 那你碎金呢？想过啊？那种傲掉去呢？那种吃香喝辣的呢？他、啊、吃牛肉面，喝吃牛肉块、牛肉面，你有时候连汤渣你都喝不到、哦。你可能是哈、哦，把他拿那个碗拿去洗碗的时候舔一下而已呢。你在那拜托，啊，不？你还这么支持中华民国？都疯了！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看看 A A 可吧？A 可吧？欸欸欸、还没签的时候讲这些好处啦、啊。 我一堆好处啦，拢向他列举啊。结果一克一克吧，二零一一年生效，啊，到现在啊，台湾人有真的变那么好过吗？就像你看，二零一零年，不二零一一年，二零一一年生效，就用一吹啦。哦，在网络上去找，哦，这个不是我自己瞎编的，也不是民政府瞎编的，在网络上去找。 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啊！啊，最近那个张显耀，什么的泄密案哦，张显耀抓去啊，这些为什么不抓、啊？这些大汉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、啊，为什么不抓？啊,啊，这个谢长廷啊，啊，回到中国去呀，什么的认祖归宗啊，啊，哭哭啼啼,啼的，人家搞不清楚，你祖先哪敢回到中国来哟、啊？这个、啊。 民进党就拿吉他的敲垂针啊，好像在上海还是哪里啊，跟中共那些高干啊大和解啊，底下聚餐啊，餐后各有活动啊，这一周看下来、啊，这个钓鱼台啊，你看军将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，人家都已经搞在一起了，那你要怎样？你台湾人你要去当中国人喽、哦？我告诉你，台湾人如果当中国人，你去看看一零一。 每天去看台北一零一大楼底下那些广广场那些底下，还有外中国人底下嚣张，他为什么那边嚣张，那边大喊大叫，你们台湾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、啊，对，那我们回来自己的国家，回来自己的房子啊，回来自己的家、啊，为什么不可以乱来？要这样想啊？你感觉这些什人？这些什人？ 这民人，你还相信他们的鬼话？啊，这些人，这个农民之家，新政院退伍会农民之家，过年过节都有什么礼物啊？现在中秋节到了，又开始搬一堆东西给他。那刚刚那些老那那那,那那那些本土他人的老人家，告激他们然后照顾你看，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所以那六万难民每个人都八九十岁才死翘翘。 还有活过一百岁的，这什么东东？这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啊，为什么插在台北？你不是说你用有台湾主权，你为什么不插在南投？你现在声明强的是台北呢，为什么不是抢一是台湾？为什么是台北不是台湾？你这国旗哈，骗骗台湾人、啊，那你出去怎么不要？你出去怎么不用？来。 前年鞋底清洁剂判师格，南投高中今年雪耻。世界拔河高中拔河赛不能带这一支，改穿在身上唬、啊、你啊！真真的搞不清楚谁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？真的搞不清楚啊！你这个穿这个出去干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我们被流氓政府管得很爽啊,啊！ 你真的管得很爽啊！你刚前面都没在看哦。B I 啊，这个更，这些混体啊，这句话讲啊，三太子啊，跑遍全世界啊，啊讲我爱台湾啊，我讲你根本在害台湾，什么爱台湾啊？啊，建金字塔，啊,啊，这样这样这英这英国的反牛越快，啊，华侨各地亚国际啊，唉，这个台湾文化、啊，欸、拜托哈，三太子是台湾文化。 三太子是在倒位封神榜》呢，《封神榜》封神榜是中国的物件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可能的本土台湾人，你拜的神啊，妈祖啊，是台湾人吗？什么三山国王庙啊，郑成功啊，人家拜那些东西呀、啊，什么全天上帝啊，那些是中国人，那不是台湾人呢？有没有想过？我告诉你，台湾人就是卑贱。为什么？中国人死后变神。 盖一间大庙，每天去拜，刑天宫、妈祖庙。台湾人时候嘞，八仙公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幽燕公啊。台湾人时候啊，只能当阿公啊；中国人时候变神了、啊，你卑贱啊！你甘愿喏？啊，只要你甘愿啊，因为你都这样跑啊，对全世界看到，哦，这台湾人呢，哎，呀这是什么？ 而且刘邦奇呢？哦，他们是台湾管理当局哦，哦，那台湾人很喜欢被这个台湾自己当局管嘛，哦，管得很爽嘛，啊啊，你你在跟全世界宣誓嘛，中华民国爽啊，公人啊，我讲北北京啊，这多这种年轻人呢，这种年轻人呢，对啊，啊不過在在座的都很多年轻人、哦、啊，赞啊，没办法，嗯。 这些前面，太阳花、啊，太阳花搞了半天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呀、啊？有用吗？这马西呀，这也是太阳花那时候，谢长廷啊、苏贞昌啊，他们在立法院外面底下的静坐啊，代表什么？这个民进党的已经没用了，被这学生取代了啦。那这些学生就有用吗？也没有用啊。 伊在搭地下街啊路带行，甲酷酷行的尔，然后领一下便当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去哦，有便当哦。嘿啊，对啊，民进党请伊食便当啊。啊，民进党的钱位来，嘞？杜已经讲过啊。嗯嗯嗯、你若看这个投影片哦，你遐气死的。啊，啊，那如果台湾总统都没有地位，啊，不然我们想办法嘛，对不对？走出去嘛，好，走出去啊。然后你就选什么李登辉当总统啊？我们就选。 选陈水扁当总统啊，赶快啊，无路用啊，牵手护台湾啊，重返联合国啦，我什么著民助觉建国啦、啊，联合国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啦、啊，台湾人没有打拼过吗？有没有人觉醒？我相信这些人有觉醒啊，至少他知道要跟国民党做切割啦、啊，跟国民党做切割、啊，你也无跟中华民国做切割啊，那你也是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啊，对。 那为什么不能重返联合国？搞了十几次啊！从李登辉当总统开始，到陈水扁下任啊，每年都在搞，搞联合国啊。然后两千零八年马英九当总统就没有再去了啦，因为外交休兵、啊。什么叫外交休兵？因为马英九知道中华民国的身份地位是下么嘛，就只有本土他人搞不清楚嘛，我被弄，我被弄嘛。啊，你不跟他们在一起搞，嘿，你不跟他，你不跟他们在一起。 还要说你没有本土心啊，你不爱台湾你竟然是怕带、欸。对呀，我相信他们都爱台湾啊，根本都爱错方式，变成在害台湾呐。对，你爱错方式就是害台湾嘛。你溺爱小孩就爱就害了那个小孩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溺爱也是一种爱呀、啊，就害了那个小孩、啊。我为什么不玩呢？中华民国比你更了解。哎，民国七十八年。 好像是吧，哦，一九八九年、啊，那那时候已经李登辉当总统了。有一次啊，那时候就开始要喊加入联合国。啊，有一次谢长廷跟张笑颜两个人在电视上公开辩论，台湾要不要加入联合国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？应该是七十八年或七十九年，民国啦。两个公开辩论哦，电视真的有现场转播，你去调报纸来看。 那怎么辩论？谢长廷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。张孝仁说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。我那时候想，我光看听我就知道，这这张孝仁是是叛国、背故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让台湾不加入联合国？我们要走出社，怎么怎么走进这个世界？可是现在来台湾民众想想看，他们讲对，人家张孝仁真的了解中华民国的身份地位。 根本心不通嘛！你干嘛去喊要加入联合国？没傻台湾人，他要加入联合国。来讲，台湾的真实地位，中华民国真实地位，中华民国都一清二楚，就台湾人搞不清楚，因为他要永久占领，所以他让你搞不清楚。那后来搞证明制线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啊？因为我们的国民啊有问题啊，国家名称有问题啊，重新呐、啊、改一改好了啊,啊，宪法改一改好了啦、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修宪？有啊。 有屁用啊！没有用啊！还不是在中华民国底下底下那种糟蹋，拢不落赢，拢学北创，都是很爱台湾，都乱搞一通。像这个，这今年出的，这冬季奥运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也是拿这种棋子啊，追查台湾。什么叫追查台湾？媒体呀、啊，平常不是很爱自称中华台北或中华民国。 这个时候就故意说是台湾，因为这种咩啊，全世界说哦，你们穿这个好像是油漆工啊，啊，你看我们台湾呐，就不讲中华民国了啊，台湾又跟某某国家断交了，啊，中华民国又跟某某国家建交了，奇怪呢，啊，建交拢中华民国，断交拢台湾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啊，其实哦，中华民国有时候会等于台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中华民国有时候会等于台湾？ 其实“台湾”这两个字哦，有所候政治台湾跟法理台湾台湾当局，刚刚那个，刚刚上一节课《台湾关系法》里面写第十五条，里面写“台湾当局”，中华民国已经变成台湾自己当局，台湾自己当局简称台湾啊。啊，是啊，啊，台湾不是指台湾岛，也可以啊。看你要。 看前后文啊，拢飞去啊，现在拢飞去啊，搞不清楚我是谁的啊，这这咱效应啊，你看，背着国旗走天下，背着国旗走天下啦，拜托吧，这都是国旗啊、哦，这是台湾的国企哦。哎、嗯、呀、啊，你懂你懂，这都是在害台湾，这不是在害台湾哦。哎，这是海军旗哦。 啊，那很多人就那那那民进党不行，那我们自己创立一些离离靠靠政府，现在现在自创美国、台湾政府，基本上弄不好，弄不好，这种方向的不对。哦，你可以你可以不认同台湾政府，可是当你把台湾的身份地位统统搞清楚了，你自然就相信台湾政府。你今天不认同、不相信，是因为你搞不清楚台湾人的地位。流浪护照，这这有看过吼、哦？这这西藏啊？ 的印度、西藏用绿色，哦，哎，那全世界的护照就三种颜色嘛，就上一节课有讲，哦，那蓝色是什么？蓝色是港澳啦，蓝色是美国跟加拿大，机票买了就飞出去了，到那个国家，然后再办签证，蓝色的，啊，红色的哈也不错啦，红色什么？红色的呀，也是要也是要办签证，但是你很快可以出去。 就是说差了一一一一,一,一点点啦、啊，那绿色是想盖章工呢，经常都办了签证哦，到那个国家去要、啊、被挡下来的，哦，绿色，啊，你注意看喽哦,哦，你看、哦，这日本国哈、哦，啊这这颜色不是很好看，这是这是有点咖啡色，啊，就是说红色系列跟蓝色系列了，啊,啊，绿色系列了，知道不？啊,啊，你看这这么绿色系列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韩国字呢？这下颗粒啊，你看。 韩国嘛，是用绿色，为什么？那韩国是流亡政府，主权国家不正常，主权不确定的国家，或者流亡政府，通通用绿色的，所以韩国人也要用绿色。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用红色的。哎、欸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不是分裂吗？那这样不是主权有问题吗？那也那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用红色，那中华民国也用红色，错了。 主权有问题是南北韩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问题，所以他们用红色，那代表什么？中华民国的用消灭啊！如果中华民国还在的话，那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一起用什么？绿色嘛，南北韩一起用绿色，听懂啊？啊啊，中共国为什么用红色？让主权完整啊，明确了，那这样代表什么？ 中华民国早就消灭了嘛！你还不相信？你还以为中华民国在台湾？你看全世界那么多流亡国家，然后这种流亡国家，澳大利亚在上海，法国在伦敦，不，比利时在伦，你看，都是前面是国家的名字，后面配上一个外国地名、外国城市名，这国家名称嘛，配上一个外国城市名所以这些都是流亡政府。为什么全一是台北不是流亡政府？ 哪有这种逻辑的？所以陈台北不是流亡政府，那是什么？蔡英文啊，中华民国流亡台湾六十年，建国一百年流亡六十年。这个民进党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党外，一些不是民进党的，但是是反对国民党的，连民国一百年出了一本书，很厚，六百多页，比我们的这个新台湾论还要厚。 那、啊、蔡英文写第一篇十几页，他说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。蔡英文呢、哦？可是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，二零一二年说中华民国就台湾，台湾的中华民国。啊、你这样分歧呢？那、啊、前头是不一样的东西呢？不是说流亡政府，怎么又说中华民国是台湾、啊、呢？啊，同一跟人讲呢？这政客，这真的是政客。啊，你还你这样，你还相信民进党哦？啊拜託、欸，拜托 再给你看一下，中华民国有没有灭亡？美国国务院中华民国已经找不到了。你找到是台湾啊,啊,啊台台？那台湾，台湾，那台湾就是国家，唔是呀、啊？那个台湾是什么？台湾自己当局啊？就刘珊珊呐、啊，刘珊珊哦，在美国，美国，美国，中华民国啊，驻美国大使馆的大使，什么驻美国大使馆，人家封的啦。 你既然是大使馆里面的外交官，为什么 FBI 啊直接就到你们家去抓人、啊，直接进大使馆抓人啊？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可以随随便便进入别人国家的大使馆吗？不可以呢。那为什么可以公然就把他抓了，还上手铐呢？就告诉台湾人，中华民国是假的，看不出来。对，你为左邻右舍都跟你说，你认识那个爸爸妈妈是假的，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亲，你还不相信啊？ 啊，拱、嗯、呆拱呆啊！你看这个日本大地震，哇！那直接进到台湾了。这这美国啊，A I T 啊，直接直接呀、啊，搬桌子啊，叠台园机场啊，开始办什出入境了、啊？不用知慧中华民国，这代表什么、啊？那台湾岛的不是中华民国的嘛？是我美国的嘛？我直接把桌子搬来，电脑连线，我就开始办了、啊。 这九幺幺啊，啊，是不是九幺幺？这三一一日本大地震啊，这新闻啊，搞一吹啊。哦，我们都我们不用讲太多，我光照片给你看啊，你就知道中华民国是真的是假的。啊。这《苹果日报》哎，这几什么几啊？中华民国呢？啊，电台还搞几这面？美国企呢？美国在中华民国上面。我告诉你哈、哦，如果你去一些一些台湾岛一些军港啊，下面那些凤山一边哦，下面军。 左营军港哦，我告诉你，你看不到这一支啊。可是出去之后啊，出去外海这一支就升起来了。那进到台湾岛军港的时候，最后降下来了，因为不可以给台湾人看到。听懂意思？骗啊，都是骗啊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最大的诈骗集团在台湾啊，叫做中华民国啊。哎，啊像这样、啊，这出台吉呐，哈，一出去吼、啊，那渔船呐，莫莫莫跟这中华民国 这渔船哦，如果标示这个差这一只哦，你死定了。啊，这个是王国啊嘛！啊，这个抢啊、偷啊，反、啊、正这个、这个嘿、这不不呀、啊。嗯，来看照片不准哦，看照片你说啊怎么样怎么样，你都有话说啊。不然这些大人物怎么讲？这些大人物怎么讲？哦、来，二零零四年，陈水扁，你窃国。 对啊，你陈水扁，你又不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是日本人呢。杜西啊，台湾跟哪个西都不是国家。杜鲁门说，谈第二定论。李登辉讲的，陈水扁深渊的时候，蒋你来关啊，就开始讲流氓政府。蔡英文跟你讲的，是这样，乱来，乱来，乱来，南来乱来啊。 弄来咧乱呢。潘基文，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是不？台湾独立因为战争，啊，对啊，中共会打过来，嗯是呀、啊，不是啊，是美国打你啊、哎。国土安全局，台湾不是中华民国领土，台湾目前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占领统治，人拢爱来咧讲啊。 对，你还相信中华民国那一套鬼话，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鬼话，就很近呢、欸，两千零七年呢、欸，哦，亚太自身为德林、欸，你要加入联合国来、啊，国家身份啊，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啊，台湾也不是啊，那什么都不是，你怎么加入联合国？难怪十几次、十几年搞不进去。不惜希西拉蕊啊，国务卿希拉蕊，对吧？要要求中国、啊，你要遵守国际协议啊，结果吼。 遵守国际协议，遵守国际法，遵守战争法。结果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讲什么？美国不可以把南海物体国际化，不能国际化了、欸。有鬼啊！如果南海是你中国的，为什么不能国际化？你著温雅的时，也不敢，不敢去去讲小哥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你那你也不敢，不敢讲小哥。那不是你的嘛？啊不敢。 不敢把它台面化嘛，这这有鬼啊！光听这句话，这、啊、南海都不是你们中国的。对，你看啊，美日安保条约包含钓鱼台啊。那钓鱼台如果是你中国的，为什么只有美日安保条约？钓鱼台如果是你中国，就美日中安保条约的话嘛对不对？就是不是你们中国的时候，就不用包含中国嘛？爱听不？他人啊，搞不清楚啊。 啊，钓鱼台是我们的。我、哦、F B 点要用人呢？哎、啊，博瑞光最近退，最近退休啊。R O C 不得暗示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、哦。最后的决定权也不在中国。那弄安尼讲啊？包威尔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、哦，台湾不是国家、哦，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。台湾是美国境内、境外的国内。 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。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。台湾关系法有没有在台湾实施？有，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哪个官员有去参加签字？有去参加审核？一个也没有。就这样直接全盘接收啊？这代表什么？你中华民国根本就没资格嘛，对不对？董事长说了算嘛？你总经理算到几？ 中华民国就像总经理啊，一个管理公司啊。台湾治理当局，台湾治理当局有时候简称台湾啊，所以是 double 所以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吼、哦，有时候有的人说对，有人说不对、啊。中华民国简称台湾治理当局，爱、啊、塞。啊，中华民国简称台湾、哦、会让人家误解。哦，中华民国简称台湾治理当局，其实也不是很正确，应该说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。 可是他的领导人呢，接班人呢，变成什么？台湾自己当局的总管，哦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旅行证件，琉球啊。其实台湾岛跟琉球哈，其实是港关节模式啊，都是二次战争之后跟日本做切割嘛。那琉球人就领这个旅行证件，美国发给他旅行证件，所以台湾人也应该要拿这个美国人发的旅行证件。 这样才是符合国际标准。你拿那个中华民,民国身份，那中华民国身份证，拿中华民国的护照，那个都是不对的。那是无可奈何啊！哎呀，那奴隶啊，嗯，奴隶啊，就借用什么老板啊、员外家的资源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来，陈水扁哦，陈水扁被抓去关哦，才大彻大悟了。他说什么？在我任内期间，我曾多次接受 AIT 主席指示行事。 即使只是影响到总统决策，我还是要受命照办。A I T 呢、欸？指示呢、欸、？A I T 的指示会影响到我总统决策呢、欸？我陈水扁要照办呢、欸、？A I T 比中华民国总统还大啦，对不对？逻辑上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中华民国，你是个国家吗？A I T 不是个国家呢、欸、，A I T 是美国的几条性命。 民间组织呢？美国，美国哈、哦，行政部门授权给这个民间组织啊，来台湾啊管理中华民国，唔对，来台湾管理台湾自己当局、啊、台湾关系法一签下去的时候，中华民国就亡国了，正式亡国。以前有的人不承认啊,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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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台湾关系法一签了，正式亡国，变成台湾自己当局。 该你网络上查，哦，哎，所以你要认清自我，真的，哦，那今天来啊，讲真的啦、啊，台民政府来了这些本土台湾人，有几个当官啊，有几个是政治人物啊，我们都是政治树人，可是我们却要未来的台湾的接班人、啊，那各位，你对自己呀、啊、了解多少？ 你到底读了多少书？这是我们秘书长最烦恼的一件事情。哎，你有满腔的热情啊，你说你才会来啊。可是回去之后啊，请你多读书。哦，你光把这三天两夜所学来的直接跟人家讲，我告诉你，你也讲不清楚啦。你甚至会加上自己的想法啦，然后又做错误的连结呀。干脆啊，叫他上课好了啦。哦，哎，你要有一个使命感啊，使命感才做得久。 哦，这是我们要求各位的，一定要做大。OK，哦，为台湾救台湾，才是真正爱台湾。搞不清楚背着国旗到处跑的那个都有问题啊！在南京啊，南京的市郊，中国历代啊，在南京建国都的有这些人。中华民国，找一下，等一下会再用。中华民国都刻在这里了。 你有去过南京啊，去旅游、啊、一定要去看一些。哦，中华民国真的灭亡了，没有骗你。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哈，如果你时间有限，来这几个研究完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都不是我们民政府发明的，可是我们把它收集来给大家了解。这不是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自己编的。马关条约、明治宪法、旧金山合约、日华台北条约。 台湾关系吧，哦，再加上什么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，你都可以好好研究。外面人都说，根据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、日华台北条约，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拥有台湾的主权。你听他在乱讲话。我要我要这样讲：根据开罗宣言，根据波茨坦宣言，根据日华台北条约，证明了中华民国不拥有台湾主权了、啊。 中华民国有时候會拿正确的历史资料，教你错误的解读。马英九常常这样讲。哦，我等一下下课了哈，那我们先做个小考试啊。台湾是谁的？你来三天两夜，台湾是谁的？是中华民国的吗？是中国的吗？还是台湾人的？还是这个？ 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放弃台湾主权，台湾已经是无主地，所以台湾现在是没有人的。你觉得台湾是谁的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你如果去问那些流亡难民哦，他们都说一啦或二啦。如果你问本土台湾人哦，大概讲三四的。那、啊、你是选哪一个？啊？当然一不对啊，二不对啊，三呢、欸？不对啊，啊四呢、欸？四也不对哦、啊。 通弄错，这一题是以上皆非哦。可是哦，现在外面的人哦，几乎都没有讲这个了啦，都讲这个了，无没有人的啦。昨天的《自由时报》啊，那个民意论坛社录呢、啊，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，日本放弃台湾，所以台湾是无主地是没有人的，乱讲。要、啊、不然就讲什么台湾是日本殖民地，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。 日本放弃，所以台湾是无主地，所以台湾人可以搞独立，乱讲。为什么乱讲？知道吗？如果台湾真的是殖民地啊，那么台湾人可以搞独立，真的。可是台湾不是殖民地，台湾不是殖民地哈、喔，嗯，是吗？哎，对可是中华民国从来不教，中华民国从来不教。 中华民国都教台湾是日本殖民地。台湾是日本殖民地，日日本殖殖民地。所以连爱台湾的本爱台湾的本土台湾人也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。所以没有人的错。台湾不是日本殖民地哦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哦，台湾是日日本的神圣国土哦，台湾是日本的神圣国土哦。下一节课哦，我在那支教给你看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好，谢谢。 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啊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